二牙。欢迎来到。为什么是狗熊？狗头打野呀、这会是最后一刻吗？放弃挣扎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还有库里南吗？你想买的，你可别叭叭了。你买裤衩子得了，你还买库里南呢？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？全军出击！到底拉亚斯特是什么意思？服从。不是看不起人，你要是库里南。你要是给我整库里南，你不现在不得整个皇帝呀、那配得上你身份吗？怎么你要开库里南？那皇帝不就跟我们花一毛钱一样吗？你还在这给我叭叭什么？有没有？闪现点燃血 ，EF2 连。这也不过是盛怒的一点前兆而已。他们的尖叫令我欣喜若狂。我走了。这就要撤了。不要质疑我，或是我的目的。卑躬屈膝的奴才，我来当你的师傅吧。盖伦打野，盖伦打野，对面狗头打野。我们盖伦打野。艾欧尼亚人都和你一样自大吗？没人和我一样。猴哥开什么车？猴哥现在有平衡车，有动感单车。还有电动车，因为我没有驾照，那我肯定得考一个。自己想要什么？
买车也不买贵的。我诞生于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度，买个便宜点的，开着就行了。唯一的解药。你像一般买那种贵的车呀，那都是人家家里边那都钱都花不完，那买点啥呢？那没啥买的了，那算了，买辆车玩玩吧。这样式的。家不是吗？我家是啥呀？我钱花不完呢、啊，我要花不完，我要跟你在这受气。我他妈把斗鱼买了，我给你，我让你这辈子说不了话。花不花的完？你给我叭叭什么？减速，专抢。钻入你的身子。那就是你的宿命。刺得重才刺得深。买个稍微舒适一点大一点的就行了。配不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SUV。或者家里人多，不行买个那什么也行，买个商务车也行。好处可逃，小强我你就大难临头。弱者才逃跑。坚守战斗，你就是因为这种愚蠢的想法才被监禁的吗？不是我最想要的，不过也行。我自小就懂得拥抱阴影。来个水银来。灰暗是第一个。水友这都确实行，这水友不是要库里南就是要麦巴赫的，你说这都啥水平啊？这都先帮我们把那五星挑战任务过了呗，这是主要的。这个我确实，你那库里南麦巴赫你先等一等吧。我不是一件玩具。你的自负若是出自一把更强悍的武器，去！陕西去！这狗头人怎么传过来？干哈的呀？这是真正的力量。快过来！你刚不要追吗？但是我能变身了，我就是想变个身。变身不亏。装点大地，粉饰墙壁，黑化一切。
打不死的那熊，我们俩跑不过他。想要个祭品，我去，耶，哇，他里头有个眼儿，把他排了。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薛点燃血，我操！这把武器曾如此的薛血钻入你的身体，血。他死了。你平平无奇，你接血，哇，这么多人，保出几条人命吧。小心点，那个高里奥有闪现啊。接，哎呦我操，这技能这个多呀。我们家中单上哪去了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好吧，刚才那招不行。刚才躲着跳墙就好。你说这个呀，我跳墙，他不闪现过来了吗？啊，他闪现过来，我再炫上去是吗？那也行。他们今天就要丧命，接着一个，但是刚才也没躲着，好像是。太阴正在虚无的位面中哭泣，蠢材。我们也已经无敌了。我怀念这刻太久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有新人都一起上，都只有此路一条，一切都将崩塌。我太喜欢这招了。可以杀他，他敢过来就杀他。血，血。他妈是我撅！哎呦，这人这个多呀！那三个大块头搁一块儿。都挺大的。上中野三兄弟，哎呀，原来是命关切，幸福永生不灭。
这咋还能乱配去了呢？你又不用蓝，你要蓝干嘛呀？我暗爪血军。口头银好像有点猛啊，把小黄毛插了去。撅撅歪了。没撅歪能杀，喷薄再来，这次他们要死了。我不是很想把这个多兰剑给卖了，留一手。来吧，出发，我们去搞出几条人命吧。别杀我啊！我是你本身，我是艾坤的。那就未必了。我等不及要撕裂他们了。来呀，寒冰，把眼排了。血军，人真多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操！我半管血呀，这有点离谱啊！先把这一千拿了。行，这狗头银还真有点东西啊，抠的还真挺多，打银还真挺疼。
我们现在必须得把小黄毛刷了才能够无敌，只要把小黄毛杀了游戏就结束，我只要能杀他一把游戏就结束，我要是杀不了这把还得打个十五分钟。那这游戏就结束了，接受，这他妈五个人啊！这回回得整五个人啊！咱就一 v 五啊！跑过我，我去！去！我们打了。哎！我想扫一下，看有没有眼儿。小黄毛，我去，暗爪 A 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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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兄弟们，能杀的就都杀了。这把不用影魔能，来个黑切就可以了。我即灭世者，
狗头人现在在我们面前也只能是一个皮。血冤，血血冤，血钻入你的身体，血血。没死。